without anyone noticing, it seems that live streaming has become the hottest online trend in China. 一台电脑、一个摄像头、一副耳机麦克风就可以在家里进行网络直播。 给我的一切，车子、房子、孩子、家庭。这些东西都是狗屁。有钱你就是大爷，没钱谁认识你啊？他俩只能是一个第一和第二。那么这一分组里面，其实所谓的看点，最大的看点，你今年拿个第一或者第二，一下你就站起来。你是否能继续成功下去，你都是要靠这个年龄胜负。年度的话，就需要粉丝刷很多票。 黄色很衰啊！三四百万才能拿出来，这是年度嘛，大家都看到都是刷钱的时候，钱上说话吧。哥，感谢你了，哥，感谢你了。哥，不安全，快送票！出去看！我这个，这钱从哪儿来的？5000000！ 这次活动从坑钱的角度来看非常成功，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这个比赛变成了一个谁都输不起的一个战争。你觉得你幸福吗？幸福。